不如就是每80、60、40、20的时候，你负责拉小怪到绿色的地方，那大家上吧。那该站绿色的就站绿色，该站紫色就站紫色。来，送种子的出去哦，不要到他队友，送种子的出去。然后完了之后再回来，爆掉之后再回来。来分伤哦，紫色圈分伤，紫色圈分伤。在绿色的就不用过来了，紫色圈分伤。快集合，分摊伤害。来，绿色，绿色分伤，绿色分伤。刚刚有分伤过的就不要过去了。来，88布鲁有小怪哦，在两侧，然后你把它拉到绿色的地方，然后小怪注意断法哦。那个没有坦王的人，来送种子出去哦。然后狗拉去坦克绿色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我王跟那个风铃啊，你们没有坦的人就先背对王，不要一起吃伤害。来，紫色分摊，紫色分摊。来，绿色分摊，绿色分摊。重分摊的去绿色，重分摊的去绿色。你在那里？哦，哦，很重。哎，查没起来，查没起来，然后魔幻也起来。来采毒哦，采毒哦。来，很好很好，来回到定位，回到定位，没关系，那个不会死，你注意王不要让他面对我们就好了，那个捕食捕了起来。来，狗狗拉走。来，布鲁狗狗拉走，拉到绿色的地方，让叔叔一起打。那个两个负责坦王的坦克，你们都同时中到那个状态了哦，所以没有坦王的就是背对王就好。来，种子出去哦。来，紫色分伤，紫色分伤，紫色分伤。快集合，分摊伤害。来，绿色分伤，绿色分伤。来，踩毒圈。很好很好，回到位置上。来，小怪哦，注意断法，布鲁拉过去。拉过去绿色那边，让输出一起打。来，重种子出去哦。快集合，分摊伤害。来，分伤，分伤，绿色分伤，绿色分伤，绿色分伤。好，过来就过来了。啊，都离绿色比较近。来，分伤的来紫色，分伤的来紫色，那个谁重分伤的来紫色。好，稳住稳住，来踩毒圈。
准备哦。欸、他扫一坦，那个布鲁坦王，然后那个风铃躲在王后面，等消状态消掉。来打狗哦，注意断法。你们跌到二十好像太痛了，对不对？来，重重者出去哦。不要重者，快集合，分摊伤害。来，分伤，分伤，先绿色分伤，一绿色进就绿色分伤。然后下一个分伤是紫色哦，来，紫色分伤，紫色分伤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先踩。哟，踩毒，踩毒，先踩毒先。踩毒先，踩毒先。我想说，刚刚压了过去了，就压不过去。王王王，注意王的正向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最后乱了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感谢各位。